把所有人都押送至大理寺。会试，乃大晋举贤选才之根本。会试乱，国本亦乱。若无会试之治，选才纳粮、安抚民心，焉有我大晋数十年的太平之势？ 荒唐！百姓冤情面前岂容我畏首畏脚？是我的错。陛下，臣请旨，亲下江南，把庄立文拿下。诸位乡邻们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向诸位承诺。 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晋的土地上。